近日，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在海拔4600多米的喀拉昆仑腹地组织迫击炮分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。考核一开始，迫击炮分队率先对零线目标展开火力打击。三位好，放！立马出人！射击期间，高原天气突变，目标区能见度极低，这对迫击炮能否命中目标造成了不小的挑战。在经过两发试射后，炮弹直接命中目标。据了解，此次考核，这个团把以往的射击经验和数据作为支撑，围绕多项实战内容组织专攻精练，有效检验了迫击炮的精准毁伤效果。我们着眼于前期积累的射击经验和数据运用，加上装备改进，复杂天候条件下的射击成绩明显提高。